遇到两难的情况怎么处理？哎，大家有一些老同学啊，都写过不少论文了啊，所以我昨天晚上吃完饭，我就问大家啊，你们学过《左传》啊，学过《诗经》，学过《礼记》了，来，两难的问题怎么处理啊？问大家。哦，所以学的东西要能用出来啊，很重要啊。现在假如问大家，哎，两难的问题怎么处理？你首先脑子里出现什么，这才是真的。你假如马上想，我就翻书，假的了。但是呢，事实上也不是你不知道，是你已经依赖了，你不相信你自己了。你只要真的把心静下来了，哎，可能就会浮现一些相应的经教出现了。好，所以两难怎么处理？啊，首先呢，要去处理事情呢，要先把自己的心护好。心都是真心，哪有处理不好事情的道理呢？啊，用真心，事事无碍呢。所以这个两难是怎么造成的？要把根源的问题找到啊！我们昨天说的“辟善换失”啊，现众异象啊，变魔术啊！遇到两难的问题，他处理起来事事无碍，人家一看哇，太厉害了，啊，一定要跟着学佛了。那两难也是道场啊。大作梦中佛事，兴建水月道场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段法语啊，我跟大家探讨过吧。念佛处事都要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啊，大家记得啊、哦。那个第二念呢，就是两难就出现了。我们看那个法语，处世时阔然而大公。你大公无私的时候啊，就比较不容易有两难。好，我们个人的得失在里面了，我们跟相关的人的感情起作用了，这时候人就两难了。啊，事已过勿留志，事未至勿将也。你看，这个都会造成我们在那里犹豫不决的。过去的经验让我们产生恐惧了。你在面对事的时候，就在那担忧，所以都是念头。经一事长一智，我们经过这件事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在面对事情有哪一些心态是不对的，放下的。你真的就经过一件事之后，你的心境就提升了，所以五十三参是很有道理。长一智的怎么会没进步呢？要善用心呢，才能够提升。不善用心，经过的事情，让自己更多的牵挂、忧虑、担忧，便经一事长一怕了，不是长一智了。
所以夏莲老说，或计较人我，一面对事情啊，心底提起来的我对他错啊，这种对立心呢、啊、太强了，那处理不好了，沾顾得失，自己的得失心放不下了。或基于意气太冲动了，或迁于感情都流入第二念了。好，所以我们再说回来了，心要守好。你是大公无私的心，而且是啊和言爱语劝喻策进哦，哎，有些人一觉得我没有私心啊，他的强势就上来了。我又没有求什么，告诉大家，真没求什么的，不会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口上。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真正没有求什么的人，连这句话都不会常常挂口上的啦。会挂这句话的人呢、啊，还是要别人认同他的。所以这都是我们自己要关心啊，不然会被自己给骗了。好，那和言爱语劝喻策进，你又大公无私，心对了，态度方法也对了，哇，对方还不理解，甚至还在众人面前骂你，好事还是坏事啊？啊，回去之后哭了两个小时。哎呀，以后不干了。第一个，你做对了，还被人家骂，你快成佛了。哦，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啊，若为人轻贱，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已经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所以那个骂你的人是要把你送上成佛之道。对呀、啊，那我们自己又难受了，又被这个境界给影响了。你说他骂我咧，好多人都看到哎，你看我们的在乎又来了，要求人不知而不愠啊。不亦君子乎啊，每一个境界自己是学生，所有的善知识骂我们的也是善知识，也是老师。所以他帮我们消业障，而且啊，日久见人心呢、啊，你一时间好像大家还看不清楚是非对错，慢慢事情会明朗起来，所有看到他骂你的人也得收获啊！哦，看你被骂还逆来顺受，通通没有指责反驳他，也没有让他难堪，甚至于这个事情过后你还是一样恭敬他，那不就在表法了吗？我们礼敬他，该给他倒杯茶还给他倒杯茶，然后这个骂你的人呢，一来跟你过去生的业消掉了，你还是一样善意对他，很可能这个业消掉了，你就跟他变成同餐道友了，
所以为人演说啊，所以这个是守好自己的正念，用真心，然后在这一件事当中啊，有缘就护念每一个人的真心正念，所以没有坏事啊，就怕我们的心生烦恼了，用妄心了而已，其他什么都没什么好怕的。那我们这一念心用对了，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往好的地方去发展。那当然在处理事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有一把尺的。情理法要兼顾。然后轻重缓急要考虑。比方说一王杰学长，他现在在上无量寿经的课啊，那他就要以现在这个课的内容为主。他现在要跑去背大经解，那这个轻重缓急啊可能就没有抓到了。现在可能你针对这个老法师90年讲的这个讲记啊，多深入，多预习，这样这个课程呢，收获一定会更多。专注嘛，专注在这个内容当中。好。好，那每个人的方式啊还是有不同啊，所以还是真实面对自己的状况，让自己的修学啊能够平稳。好，那你们有要探讨学习啊，时间也告诉我一下。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讨论啊。可能你们担心你们讨论的时候是我们这里半夜是吧，没关系啊，你们先排好啊，那个比方说是5点或者4点多没关系。舍命陪君子啊。也没那么严重哈，没那么严重。好，反正我早睡就好了吧。早睡早起啊，你们不觉得早起的时候觉得一天变长了？好，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啊，假如4点能够起来啊，突然觉得做了很多事，一看，才7点而已，哇，就觉得今天挺充实的。所以早起还是好。早睡早起，好啊！欢迎你们早一点呢到兰彼得啊！我们已经好像4天还是5天了啊！每天晚餐之后啊，大家都在探讨。好。所以我们善有为一哈，我们每天都可以就修学做切磋交流。不知道这样回答两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地方或者是这个不认可陈德的这些角度也是可以提出来的我们是一起依止老法师的教诲，用老法师的教诲来探讨，用祖师的教诲来探讨就对了。我刚刚跟你们比方说两难的，我也没有说我的看法怎样怎样，都还是要有依据的你包含在处理事的时候，伦常的这些原理原则都要掌握，你才有进退的分寸。
君子思不出其位，我们的本分在哪？我首先要把我自己的本分做好，表好法，你才好去护念别人。我们自己都表不好法，然后常常还提很多意见，人家心里就不服了。好，那个四十几啊，香港四十几是讲五伦关系的。假如大家还没有看过，可以找时间参考一下。总共四十几，但是前面的五轮讲了二十几，后面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然后立身处世皆无，又讲了二十几大家可以去参考。